半决赛这个杀手布朗对阵证明的比赛。哎，观战方这边是一把虎阵，对战方杀手布朗是风筝被大克，被大克，是的，也是罕见啊。证明这边你看他再也没有变幽灵卡了，是这把没有变幽灵，也是虎头的一个花果山。等一下我们期待一下这个伤害，嗯，一旦这个当头一棒打出这个区间的血量啊，真的是大家会眼前一亮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杀手布朗他带的也是花果山，是的，嗯，两边的法系我想应该是啊女拔木，观战方有可能不是，看一下，我们等会儿来看一下，因为是他的宝宝是直接是被对战方清掉了，所以说从这个考虑上来说，他带女拔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的这个头像也是一个魔族的头像。嗯，按照常规来说应该是女拔木啊，花果山加女拔木的一个组合。那么如果两边在阵容相同的情况下，那么对战方是女儿武装，观战方的两个风系现在没有出手，但是通过人物头像来看的话，应该也是一个女儿武装的这么一个搭配。嗯，阵容相同，阵法有大克，但是这场比赛就要看一下速度啊，速度上面对面一三，嗯，先走一下凝滞，当然不排除啊前面有驴凝滞，因为咱们是晚期技能啊，是，所以说哎对面蛇很凶。嗯，观战方这边开局的话是飞掉两只宠，这边哎他持续的就普陀前面没有血量压力的时候就打这种，对，是吧，颠倒，哇，这伤害贴了两万，哇，刚想说是吧，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克的当头一棒打出区间之后他的一个伤害是吧，贴了两万。我相信这一个回合结束之后的数据，大家现在应该会打出瞪眼睛的表情。是，而且这回合在刚刚我们在刚刚三十秒的时候，我们看到过这回合观战方的花果山头上还是有当头一棒的，可以继续当宠。是的，我觉得啊，这个光辉之甲、啊、只能挡一下这个沙威铁棒了、嗯，这个当头是顶不住了。对，我们也可以看到观战方普陀开局也不着急啊，因为两边都是女拔木，而且。这个时候呢，你刷一把灵动，其实对于场上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更重要的就是颠倒五行，是开局三把颠倒啊，先补起来、嗯。对，因为观战方这一边的话，直接就出了这个孩子了，嗯，是吧？加大输出，这个灵动他也是没有刷。这回合的话，观战方头上没有当头一棒，但是有一个棒一建设三。当然这回合可以考虑，因为我们切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有没有打野兽。如果野兽没有打的话，可以利用这回合先把野兽打了。是的，两边咱们都没有看到。对，对战方的话，这回合也是没有当头一棒了。是，嗯，但是这把阵法大克啊，对于观战方来说，他的一个心理优势还是拿到了。是的。看一下，等一下整体速度吧。如果这边确确实实能拿到个二三速，我相信这场 PK 是，比较的顺利的，会在这个控制权方面会比较好。如果对面能够拿到一三，可能说这把大克，其实对于花果跟女拔来说，大克的话，只要他一三速，嗯，控得好，嗯，一三，对战方一三速，观战方二四速，对，对面的这个。倚仗就是他们的这个一战术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因为对战方上的是女儿武装，嗯，这两个风系呢，虽然说，武装的封印也很霸道，但是你女儿村相对来说是一个软控，是的，啊，相对软控的情况下呢，那么，对于这个观战方来说的话，他对于输出的控制就没有那么死。你包括你如果说你就像这个回你看女儿村丢三票，那么如果说我这回正好我没有如意神通，我可以平时去叠下漫天，这个样子的话也是可以去躲一下你的封印的。对的，因为女儿村的封印确实是一个软控、啊、对，而且你没有方寸在的话，你不会出现这种催眠一控控两回合的情况。对啊，相对来说观战方这边的无论是法宝呀或者愤怒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相对衔接的会好一点。是的，也是因为观众们这边看到对面的速度拿的是比较好、嗯、所以说开局这个四个颠倒已经给上了，然后这边的话血量整体来说哎两个输出是有点残，刚刚是对面想青蛇单砸蛇、哎、这个想法其实单砸蛇啊，我们可能说以前在狮驼岭的时候我们会去比如说狮驼岭象形啊，或者说对面风系控拔木、嗯、然后咱们再去清，对，但是这样子对面是不是没算好这个速度啊？是因为观众方女拔先招，你再砸，对吧？沙威两边都、嗯、啊，这边先走金青了。是的。
再清。嗯。那观察方这边普陀整体来说的话，点点灯就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下把拔木照月灵。是。现在他还没有开秒，可以先不刷灵动，可以先点灯，对，都行。对战方有当头一棒，可能会选择配合宝宝来清蛇，当然也有可能把天魔觉醒先清掉，都是有可能的。毕竟对战方是被大克啊，所以说，花果山这种阵容，他也不是以主要去压人为主，还是要去清宠清蛇。对，清宠清蛇，然后找机会点杀。对。我们来看一下对战方花果山这个啊，两边都控花果啊，但是这个回观战方水风。水风的话，来看一下对战方花果山会不会去当蛇宝宝根啊？嗯，对面这个第七回合应该这个 CD 也到了，嗯，看一下他会不会招。他现在没宠，他得先出宝宝才能招蛇。好，先接个罗。两边花果都是带的特技，都是有这种，对吧？对，一定要有大特技的啊、嗯。先灵芝。灵芝观众花果山。是想拔木快过观众班花果山，我们来等会看一下是不是想拔木快。对，因为他是风头位嘛，对，他观众班肯定花果山应该是快不过对面的物理的。对战方还有当头一棒，罗汉也接了。罗汉接完这个时候啊，像你说的，他有可能清蛇。现在就要看一下，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有罗，你单蛇其实也能扛得住，会不会利用这个时候先去把观察猫的宠的体系给你打乱一下，甚至是先清掉你的孩子。嗯，也可以。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会对战猫会选择先清宠，因为有当的话是一定会可以去放的啊。那当然得看对战方的封印命中率的控制的效果，因为毕竟哦，直接丢照妖镜了，是出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武装出来之后对于速度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毕竟武装现在来看的话是还是比对面普陀快的啊。嗯，孩子开掉普陀刷灵动，如果他、还是先当蛇了，先当蛇、八千八千加上宝宝，看一下能不能清掉一只。对、哦、神 了, 神了、先看一下神针瀚海的伤害。神针瀚海这个技能呢，之前也是和大家有说过，哎，不过你看清幻魔伤害还是高的，就是他可能压人的时候伤害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对于宝宝啊，对于幻魔的伤害还可以。对，还是因为你看他打人只打一千多嘛，这还是阵法大克虎头位，确实伤害不是特别高，一千多。毕竟在理论上来说的话，他有可能每回合都触发，如果他的这个技能的伤害和凌波城的翻江搅海一样高，那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对，不太合理。但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观战方这个花果山前面这几回合运气不是特别好。哎、啊，一直没有当头一棒。对面普陀，嗯，已经快过关关关武装了。了、嗯、那是因为刚刚是当前回合嘛？是。当前回合他是可能没有计算在内的。那对面可能就想，阵法被大克，那我就把速度、对，把速度拿到极致那种。是。因为，如果普陀快的话，我普陀先打颠倒五行，附带两回合清净，你武装这个套不上。对，武装呢，日月全空的话，本来他命中率就不是很高。对，说实话。当然如果他连环套确实很霸道，对，这也是相辅相成吧。你想这个封印霸道，那你的封印命中率又是梦幻西游里门派的比较高的，那又不合理了，对吧？那这样的话观战方的武装估计就要考虑啊，因为二速封一般来说是不会带面具的，而且武装冠他法宝格子相对来说也没有带面具的位置，他可能会选择要更多的时候去控下对面的普陀了。嗯，就是我就不让你去打颠倒五行，不让你去灵动，你可以吃五龙解，但是我要控你。是，但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毕竟对面这速度啊，观战方这双峰有点难出手。嗯，说实话，这就要看一下这个五行置化的效果了。而且这场比赛也是我们说的，看一下证明他的以慢打快的一个效果。那么对战方现在是被大克有速度，他怎么去打？嗯。如果像我们以前看的，比如说常规的狮驼拔木，那、这一把风阵切进来，可能说很难了。很难了。我清音宝宝叠把漫天，我就可以开飞了，可能找机会。是。那现在的话是花果山，他还是要打清宠节奏，然后去点杀的。哎、对。孩子开花果山有当，可以当蛇啊。好、哦，继续升。
哎呦，这个打法我们来看一下，当飞宝宝的伤害是很高的，4000，但是3100，啊，飞射也能飞到4400啊，是，哎，补个流云给武装，观战方开始借着大克去打面伤了。这把其实清钢幻魔的血量，再把对面花果山的宠清掉，是还可以，也还可以，对。从开局来说，观战方这边虽然说速度全体落后，但是清宠，比如说清幻魔的失落，它是一直是井然有序的，没有乱。对战方的宝宝出的，因为他场上没配速，所以他一旦被封印是有点难受。你看他这回合现在场上，那女拔木的宝宝们先可以暂且不论，对吧？你场上一个配速都没有的话，你这回合花果山还得出宝宝。你如果不解封，如果说是武装清风去解掉两个单位的话，观战方武装线还可以卡套你。是你如果出宝宝的话，你这回又动不了了。对，他这个阵容还是现在就像我们常规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四个公宝宝再加一个配速会好啊。对面这把有晶晶，两边护晶，这边是玉，啊，这边是玉，嗯，那这是那你看他套完了两个输出，他就开始套普陀了，就是不让你普陀去打颠倒五行。是的，在流云过之后的话，现在观战方的武装又暂时拿回了一个速度啊。给魔镜，那继续飞吗？这个灯也是刚好灯到女拔的宠，残血啊！哎，当孩子了，继续，果然继续飞。5000，是伤害还可以，飞宝宝啊，飞宝宝伤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飞人确实飞不太动啊。但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当你每个回合都能飞的时候，其实这个面伤压力就很大呀。对，他不像凌波城，对吧？我3点战役才能飞一次，我也不像狮驼岭，我得休息一会再飞，我每回合都能飞。对，对面杂宠神了，神了。他每个回合都能飞的话，那对面宠的一个血量跟这个生存有点难保证了。对，而且你看着一回合啊，我就飞个2000或1500，好像不是很多，但是你架不住你把把都飞呀。你看这回合又有这个神针瀚海了，又可以接着飞。那如果说再飞一号宠，一号宠不神就死了。对。然后包括这条蛇啊，如果说刚才贴了爆了5000，对，所以说蛇的继续三飘，这把飘中还行，至尊飘，看一下武装有没有清风望月啊？如果是要保证出输出的话，是会有可能要选择清风望月了，果然如此，那继续飞，当然对方破甲这把有想法，看是破碎还是直接压，魔剑，如果是破碎，官方可能会没蓝。还没出手啊，稍等。果然是破碎，那没了。2500，哎，2500还有蓝啊。神了一下，神了还行啊，神了还行，神的很关键。大家可以看到，观战方的花果山被破碎2500，这并不是说它的蓝量有多少，而是说它的抗性非常的好。对，而且观战方的女拔木在双幻魔成型的情况下已经快过了花果山，证明花果山是没有加速度的。就是极限的伤害以及抗性，还能飞，包括刚才我们看到观战方这边的女拔是比对面的花果快了，他觉醒脉嘛，观战方可以继续飞，对战方可以继续当头一棒，但他脚下有塔，他其实可能还会有破碎。如果这把再破过来啊，我估计观战方的孩子应该是要喂蓝药了。哎，直接效力了，不给你破碎了。是。哎，对战方两个纸人，三个纸人，有点压力了啊，压力来了。因为普陀也被控的话，没办法点灯了。对。这就因为他场上没有配速宠，他只能用慢速宝去开。对战方花果山，如果是被罚站的话，那这回合就很难受了。先来看一下群秒的一个伤害，他没有加灵动的话，当蛇了，伤害是比较低的，继续神针瀚海，这清宠节奏也清宠太快了，对，而且他这样飞也没有飞到多余的单位，就对面的两输出是不会飞到的，对。那对面现在压力挺大了，就是说这个宠跟血量是，他得出宠啊，因为他女拔木这回是接了罗汉嘛，他女拔木也要出宝宝就变蛇了，还有当头，他还得当蛇，对，还他这回合
如果说他的花果山想要出，因为这个回合对战方武装也没有宝宝了，那如果说其实他这回合啊当蛇也不太好，因为他武装有可能要出宠，那这样子的话我估计啊，因为是女儿村直接起了个塔，有可能花果山要废掉这一把当头一把，他要先出个宝宝了。嗯，他不出宠有可能会扛不住。因为他两封这回合都没有选择控官方的风系，如果说你强行想去当蛇，如果你出不了手，宝宝也出不来的话，那就很亏了。来看他这回合的选择，这边拔木先出手，直接单砸了，不让你出宠。你看他还是先出宠了，他宁可要浪费这一把这个单砸呀，没办法。是，他是封杀的，只不过武装没套中。没套中，嗯。其实这个就是跟我们之前的打法就有点类似，就是当你没宠的时候。那就是我的点杀就会来了，因为你场上少三只虫，对你一定要出宝宝了，那这时候就是要点人。当然还好对战方这回没有贪，他没有贪这回当头，因为他也知道这时候如果再不出可能会有危险。嗯，他出了一个宝宝出来还不亏，还行啊，高速是可以拉起来，但头上是有蝙蝠的，拉起来先止吧。不过你如果说不止，你去当蛇当掉了再倒地其实也还行，因为罗汉应该是最后一回合了，先把蛇当掉对于对战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两封控两封，但是武装这边身上还是有这个五行之化的效果的。嗯，高速拉起来拉起来点灯，那应该是当蛇了，我觉得应该是当蛇了。嗯，因为这回观战方女拔木得休息嘛，动不了，蛇是被他当过。嗯，看一下能不能当掉啊。对，还点了个灯。血量不到区间了。哦，还是先去清宠了，先清宠，没有选择当蛇，也是怕会有单位去贴蛇。但是你这样的话下回合怎么办呢？下回合你没罗了呀。嗯，并且这边的神侦探海他是一直针对对面宝宝一速的宝宝，对，两个风系嘛，两个风系单位的宝宝，所以说对面现在两个风系其实控制上也不是非常的顺利。嗯，看一下他女儿村这把够不够罗吧，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对战方来说，虽然说你速度全拿就比较尴尬了，你有速度，你说我是去接罗汉呢，我还是去封你呢？因为观战方这边也有塔，他也可以去开掉花果山，花果山继续飞。是的。来看一下观战方的女拔木，女拔木还有仪式，这把还可以配合飞秒，对面压力有点大。对，不接罗对吧，双幻魔在不太好搞，罗的话可以顶得住幻魔，但是宝宝如果不神的话还得飞啊，还是三飘，三飘飘中还行，这把不想让对面招蛇。嗯，下武装把灯先收了。是的。嗯，套中果山，那这回观众们应该是就是孩子去开一下这个花果山了。嗯，拔木休息了，终于刷灵动了。嗯，拔木是休息了，一把 PK 打到十六回合才刷灵动，这是第二次，第二把啊，第二把，对。对面有盾，所以说飞在人身上是还一般，对，一般。其实神针瀚海这个技能啊，就是你每回合如果都能出的话，其实它伤害确实还行，因为你每回合都有的话，对吧，我这个对你的持续的每回合都掉血，每回合掉一千五，每回合掉一千五，那也不少啊。是，但问题是它也不一定每回合都出，而且的确它的基础伤害略微低了一点，不过清宠还行，清宠还行，清宠没问题。嗯，就是现在就是目前对面没有节奏，宝宝之前是飞得太快了。嗯，而且啊，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由于被大克，对面花果山的当头一棒跟光战方的当头一棒确实差距有些大，差距有些大，开始补光了。嗯，你这样子开始慢慢补光，你的风系出手次数就要降低，出手次数降低，那光战方这边出手会更加的多，更加的频繁，去控你又进去了。是，你这得清蛇啊，对面这不清蛇的话，这 PK 不好打了。怒吼还加点，哎，对，你得清蛇啊，你这不清蛇不行，泼天乱棒棒蛇，一千九，这应该是神佑了，嗯，应该神佑，应该是神佑了，因为如果说不那个，因为他这个的话是会建设嘛，嗯，他没有建设应该是神佑。对战方现在的问题就是，即使你有当啊，一回合内清不掉观战方的幻魔，嗯，就是这条蛇你当八千。
你清不掉，第二回合这边武装又可能套你，然后还葡萄还可以给波兰，是，这边是五行之化的，哦对，五行之化 的没有过的，哦对对，现在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对面普陀快，对，即使对面普陀比如说放金青啊，或者说让对面我还可以武装卡套你，对，武装还可以卡套，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子，对。他现在主要是宝宝太少了，如果说你当蛇当八千、嗯、我哪怕有两头壁垒跟一下问题也不，你看他破保护还是要继续当，对，他就怕万一有保护我当不死，是普陀扛不住罗，那我还是套你啊，对，你金罗那套不中没办法，是对吧，一旦套中你还是清不掉，没错，自在了，自在自在七千，这还不好说呀，是的，因为刚才当是当八千嘛，嗯，一万还差一丝，是的，那你一只宝宝贴贴了一万二飞飞，那还有五号，对，继续砸宠，想把魔镜孩子砸掉，是你现在对战方他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想法没有问题，就是公宝宝太少了，是的，还有被大哥伤害缺那么一点，加上没灵动，这把单砸也没能够打出，对，嗯，这个清掉孩子，所以说对面现在是有点自顾不暇吧，因为宝宝确实是 没办法配合，观战方这边已经很久没有飞这个宝宝了，对，没飞宝宝，他宝宝不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要做进攻啊，还是尽可能的把火力集中一点，因为你这样子一个都清不掉，虽然看似都是残血，好像下回有机会清掉两个，但是其实你一个清不掉的话，那相当于人家下回还能动啊，对，下回就套你了，对，没办法动，你看再顶一个大金蛇，又蛇又死不去了，继续铺天乱爆一万，那这把还是不能建设，嗯啊，伤害很高，因为观战方的花果山门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不抢速，他这个物理系应该是没有去分任何的属性点去加敏捷，我就是最基础的这种，我要最高伤害的一个物理输出，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抗性就可以了，是的，所以说伤害特别的高，加上这把大克啊，两边其实当头一棒，无论是铺天乱爆，大家看都可以看得出这伤害确实是有差距，有差距，嗯。这样子消耗下去，对面招架不住啊！真的是招架不住。轻宠清不掉，轻幻魔清不掉，这打下去的话，即使你有风系速度，但是观众方这边他整体来说也是比较灵活嘛。阵容有武装，有清风，对吧？打了二十个回合，对面的宝宝飞得太快了、嗯，而且他在做了几次尝试的去清蛇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进攻的时候，都是在宝宝不全的时候进行的。如果说有根。有根一定就是说神佑我们先不算，如果不神的话你根是一定会死，是，但是因为你场上攻宝宝太少了，你没有根的话，那就你这回的操作相当于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对，虽然说你伤害打出来，但你清不掉，下回人家保住了再套你、哦、那就卡，这次就很明确嘛，我只要套你的花果山你动不了，那么我的蛇就一定保得住，孩子跑了也无所谓，我就跑一个孩子嘛，对吧，是无所谓的，这是武装的第二个宝，他第一个宝宝被飞掉之后马上就出孩子了，嗯，但是在观战方这边飞宠，对面宝宝又飞沙威一万、哦、再飞一回合飞两只，是还有一个残血宠单砸，哎你这样的话清掉一个换蛇宠，意义不是很大、就是、现在的问题是啊，对战方连观战方的蛇都已经清不掉了，然后换蛇宠在不在场上其实也就那样，对、嗯、问题不大，这样子的话打到后面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对战方他的药可能还有，其实这两支队伍你看打到现在他没吃什么药，可能最多就是对面吃两个五龙，然后拉了一个人，对吧，消耗了一个九转，是药还有很多，没宝宝了，对，没宝宝，你这宝宝飞太快了呀，套法系，那这个时候对于观战方来说，我只要花果山能动的话我就不亏啊，那继续飞起，对，这把五千八，对，加上这个幻魔牛的话也要飞啊，对，而且还有三号、嗯、八千，八千，啊、这个真的是扛不住，啊，飞不到，哦、飞不到、嗯，因为有一个雾中仙在，是的，你看宝宝又飞，每回合对战方现在至少一回合要飞掉一只宠，然后还要造成一个残血的单位，你这么打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下把又得出宠，你武装出宠还是套？观战方普陀的塔也踩了很久了，估计都可以快精清了都。
哦，上回刚起的塔，上回刚起的塔，他现在已经没什么太多事情做了。对面雾中仙还是可以开花果山，花果山还是可以当头一棒当蛇，但是呢，观战方的武装还可以再卡套你。那么对战方女儿村现在可以走三飘，看能不能至尊三飘飘中观战方女儿花果山武装冠，给对面赢得一个出手机，但是很难呀，对，很难，这太难了。现在必须靠女儿村三飘来飘中两个单位，最少是两个。而且这蛇站太久了，没办法清掉。刚才当也是尝试一下当了这边普陀的宝宝，当了宝宝，宝宝对也没死，差一丝。所以说现在问题很尴尬。少女儿，这上把官方的金枪是女儿村接的，她现在愤怒应该不够。我觉得有愤怒的点，因为普陀她虽然是刚才哦，她笑，可能想笑女儿，不让你笑武装，对，不让笑武装，这边接了个轮，有点顶不住，对，顶不住压力。你看清风又可以出手。那这样的话又给女王墓加了一个仪式，对，再给蛇点的三千，只能丢武魂了，平 A 六千八，没有叠过满天，没有叠过，没有叠过满天，顶不住。又是一回合飞一只虫，然后再造一只残血虫。对，下把如果有神侦探海，那一号跟幻魔。对吧，也是直接飞啊，幻魔这回合就已经扛不住了。这蛇也不好扛了。哎呦还有意思哦，还有血哦，还有血。现在问题就是对面虫是成不了形了，对，然后对面如果不靠花果山就一回还清不掉，但是残血可以清，如果说是满血蛇的话你必须两回来才能清得掉，对，太难了。控拔木清宝宝，不让你拔木变蛇，再丢无魂。你看他现在只能无魂来控观战方花果山了。是，其实刚才也有一种问题，就是他那只雾中仙啊，你这五龙消耗的，又出一只五龙，对，你又出一只，那么你的五龙的消耗啊，可能会有点扛不住的。对，带两只雾中仙。他现在被封的是跟青宝宝的节奏之间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节奏，现在两个风系都没宠，你说你下回合你两个风系是出手呢还是出宝宝呢？是，那这边的话有可能啊就摁你花果山了，或者说摁拔木也可以。这把其实杀女拔木我觉得更好，杀女拔木不让他招蛇，不让你招蛇，是最合适的。看一下观众方这边会不会动杀心，我感觉可以动了。对，这刚好啊，因为两个风系都没宠嘛，两个风系没宠，你得出宝宝。观战方普陀这把，你别的不说，水清肯定有，对吧？是，因为他很长时间都没有放过特技，我觉得他轻轻都已经够的，只不过他现在不用放，是，他现在状态很好。或者我觉得这边可以笑一下对面的普陀，也可以。看一下啊，我觉得这把笑普陀只能女儿笑啊，来，那只能女儿去笑。他刚刚被笑过，可能愤怒不够的，哎，直接单风还没中，那你这不是麻大烦了吗？观战方直接换宠了。对面先惊，果然有惊。观战方这边，他没办法，观战方只有女儿村比他快啊，是啊，对不对？很尴尬。普陀惊不惊啊？普陀先刷灵动了，那但是花果山能动啊，对面还中无魂难受，直接当一速了。把蛇变了。那变到蛇的话，能把场上的局面稍微再延缓一下。但你现在身场上就算一只宠了呀，只有一只宫宝宝，那你怎么办？这宫宝下回合要经受风雨啊，头上还有东西。普陀的愤怒刚才没用啊，他刷联动了。普陀愤怒现在肯定够了，对吧？已经三回合塔了嘛，再加上他自身的愤怒，一开一水，这把有当还能点，或者说我直接就精清，然后给魔镜。我也可以点，或者说我再打得稳一点，毕竟是半决赛了，我先当蛇不着急，对吧？开了拔木直接群，我还是有场上很大优势的。是的，对面的花果山也够了，他的塔就剩一回合，但就看他怎么决策。比如说像之前一样啊，可以先罗呀，可以罗呀，罗或者破碎，我觉得罗可能好一点，因为你现在啊，你这蛇也清不掉。如果他高速出宠，罗是可以罩上。对。看看他一二速出不出宝宝吧，但是你出一个孩子，
观战方这边武装耗你，没办法，没办法，罗了罗了。嗯，看一下能不能放出来。他就赌抗风嘛，对，来，观战方普陀笑不笑？哎，你看，这就是说他愤怒已经够了，他普陀已经是够了。伐木剑出手再到对面的花果山，看一下他操作。罗不罗？不罗，直接杀威七千、哎，那可能不够啊，只能说是可能不够了。嗯、太难了。嗯，还好力劈神了一下，力劈神一下可以缓解一下呀。你现在就先不说能给观众方造成多少伤害，你少一回合出宠那都是赚的呀。是。飞蛇六千，这伤害啊，真的快。也是先双幻魔成型，我不管成型几回合，先成型这个缓解一下压力啊。力劈再劈一手，我们说的观战方这边点女拔，嗯，如果是当的女拔，我估计，我觉得也当不死，因为他的女拔被封了，对，嗯，我估计会贴保护，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血量，我觉得还不至于说贴不住，应该是可以会贴一下保护的。那这把观战方这边头上还有东西，有当，对面可以、嗯，对面如果要清蛇，还是可以用沙威铁棒去清的。是，这蛇已经残血了，哎、女儿坚强，但是对面花果山还是有罗汉的，他还是可以罗的。看他要不要罗，套也是没套中，两边的武装命中率啊，其实也不是武装命中率的问题，主要是颠倒五行的一个效果，五行之化它的法术躲避率会额外再增加，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再像你说了，观众方本来就喜欢以慢打快，那么他带抗风灵视也很正常。是，我个人感觉啊，物理系带抗风灵视的，哎，这边点拉，愤怒清掉，不给你接罗汉，我有速度。还是清啊，一万。这花果山什么情况？就是四个字，齐天大圣。不是他的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在研究，就是在、讨论，谈到证明这个队伍，都会感觉他们的花果山清宝宝的伤害是特别高的。对。当然，也有人怀疑他们带了自我投毒，因为把单位打死之后啊，这个数值会高。但是你没打死的时候，他数值也高啊，对不对？嗯，并不是只有打死的时候数值才高，那你说我把宝宝打死了哈，他暴毙杀打一万，那我平 A 飞蛇的时候也飞五千呢，对不对？那蛇还没飞，这一把还有当头一棒，还有神针瀚海。那现在对于观战方来说的话，因为他女王墓有怨灵，可能更多的会哦不哦，这把动不了，这把休息，对，嗯、这把休息。他还可以选择直接继续飞机打面伤，飞机打面伤去清你五号位武装罐的宝宝。是的，那蛇也一丝了嘛，对吧？只能起止人啊，控你武装不让你套。他有点怕这把观战方点他一速的，又是两。其实从这打了二十多回合，能看到观战方他也不太当头一棒去点，当然也点啊，但是点的少。我基本上就利用大克是吧？我虎头啊，我直接就是有飞我就无限飞，给你血线压力，你看直接水。建设一下，继续神针，就继续飞嘛，飞五号嘛，对吧？就是五千，这伤害真的高。你看他飞人确实飞不太动啊，当然有纸啊，确实飞人的伤害不是很高。但是你看他飞蛇啊、飞宝宝这些都是五千往上走的，这个确实让大家感觉，哎，这为什么跟平时我们看到的花果山不太一样呢？啊，对面直接是单砸那只孩子，孩子跑了，嗯。也行吧，反正孩子跑了，对吧？嗯。这样打有点顶不住啊。这真的是顶不住了。两只怨灵下巴可以秒，这边是比你花果山快的。你还有神针瀚海。对，如果点着你花果山秒，你也顶不住。你看现在对战方场上一个孩子，两个高速。全都是这种顶药宠，那这个时候对战方就是现在开始无限顶药了。刚才我们说的是两边最后的局面可能是什么样，药还有很多，宝宝没了、嗯、现在对战方宝宝也快没了，药也要开始吃了，现在只能顶药，没有别的办法。你看无限顶药了，现在高速现在只能顶药。对，看一下他这一把能不能让自己花果山出手啊、嗯、他很想出手再当一手。哎，当前我起了这个有清净、哎，这个没问题。来卡上血，但这个哎 呦, 哎呦，不用等观战方女拔木点着你秒，你就倒地了，精确制倒啊！啊，
嗯，这个应该是点着啊、点着花火山对的，对。再神针看一下五号，继续贴五号宝宝，嗯，神了一下，神了一下，破甲过了，1700，普陀的血量都快扛不住了，雾中仙还得顶大金，还好这把是一把神两个，是一把神两个，但是怨灵被打掉，女拔木又再获得了一层仪式的效果，一只宝宝灵敲碎打，嗯，不行不行，因为他现在场上血宝宝太多了。当现在的 PK 啊，基本上尤其是有女盲目的 PK， 你场上出现了两只往上走的血宝宝在场，这基本上就已经很难了。往劣势那边慢慢的下滑，已经非常难了。嗯、观战方还有神针瀚海，还能飞。是的，这把又能飞秒，说不定爆一下普陀都带走。说实话，对战方得接，得想办法先把罗汉接了。上把还得接罗汉啊。他有速度，如果两个风息有还是比较容易放的。他只能他对他这要是武装要放啊，武装要放，对，他是武装要放，因为他的这个他只有要么是女儿村放，要么就是控观战方女儿村，因为毕竟观战方女儿村是二速嘛。嗯，这样的话把罗汉盖上还行，稍微稳稳吧，只能是保出手。对，这样的话先保就是先防防蛇咬，防防女拔木的群秒，那没别的办法呀。那如果来清蛇的话又清不掉了，又收了灯了、嗯、对，收灯了，只能平 A 清了，叠个漫天、嗯、这个时候杯水车薪，杯水车薪，确实还被蝙蝠咬死了，那没办法，20000，这伤害是没有上限啊啊、越飞越高，要飞要突破天际了。这全民 PK 我见过比他高了，就是哦，不是全民 PK， 是上周武神坛那个魔王、烧当前和休息那个师伯3万、嗯、但是这个花果山顶不住啊。问题是这是5个单位啊，虽然说不是每个都20000啊、嗯、但你这怎么顶，嗯，这每回合的一个飞机你也顶不住啊。他还能飞，可能说有很多玩家这年头怎么了，有当头都不用，对对，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他打法就跟别人不一样。来看看普陀有没有水，按照理论上来说普陀该水一手了啊，九转已经不是特别多了、嗯、啊，普陀点灯，那这把的话断了，这回合的话可以暂时稳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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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流云自己，好家伙呀，他是怕自己的幻魔被清掉，速度发生变化。嗯，我这样的话，你清不清幻魔，我就相当于已经自带觉醒了。看见花果山起来干什么？出了只孩子。嗯，对，高速可能已经顶到没五龙了，没药了。不是，他三号位应该是他的五龙已经不多了。嗯。之前出了两只雾中仙，好，观战方花果山刚刚这回是被断掉以后的话，他现在头上的如意神通是已经没有攻击性的如意神通了，他可以选择去平一下叠个漫天，因为他现在这个御勇的状态一直都在，他可能不会选择骑塔，因为骑塔的话会把他的御勇给清掉，对，御勇清掉的话，使用如意神通会这个6%的伤害会没有了。不过其实我觉得啊，有没有这6%已经不啊，也不重要了。对，提前效医术，看一下是开呢还是其他。如果说不开，那就是拔塔起了。哎，收了灯，收灯，嗯，套法系，管理招式，加上魔镜，有一把漫天，看一下这边对战方的花果山能不能带走点东西。破天乱棒7000、哦、破天啊，就拍死一个怨灵啊，破血了，破血那就是用掉了弱点啊，弱点，那哇，这精准定位啊，这真的是没办法，这是真没办法。以前记得浩克三刚出来的时候啊、嗯、弱点要涨一波价了，对，因为他的经脉点了之后会有一个效果提升50%的嘛，嗯，但是由于他点御影经脉的话，当你使用了特技和法宝的时候，你之前使用如意神通累积的3层的御勇的加成就会消失掉。这个经脉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它的效果是你使用如意神通的时候，你下一次的你的攻击会造成的伤害会增加2%，
啊，受到的伤害会降低两个分，然后可以持续可以叠加三层。嗯，那就6%。对，持续到战斗结束，就持续到你使用特技或者使用法宝为止。是，其实挺好的这个效果。但像观众方你说的这种大克 啊，这种有没有这6%啊？我觉得只有在神针瀚海的时候可能效果比较明显。嗯、啊，多6%少6%其实还是有效果的。嗯，你想他本来就虎头，再加大克，再加6%，对不对？嗯，伤害很爆表。但是你用当头一棒其实影响不是特别的。是。再给蛇顶大击，对面宝剑他暗防，你知道一定会被清配速。这个样子场上的局面啊已经很被动。是。这才打了30回合，对面的宝宝消耗，大家可以从观战方宝宝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开局好像只有两个风系拉了2只孩子，对吧？嗯，拉了2只魔镜孩子之外，其他单位好像没有出过配速虫。以及我们切剑一开始是武装跟女拔木没错啊、嗯，然后他就出了只孩子。啊，孩子嘛，对、嗯，然后女儿村出了一个孩子，然后再也没飞没有配速虫。是，先不说飞不飞虫，就他没有出过配速虫。嗯，就对面给没有给你造成实质性的压力。那这个回合观战方可以沙威铁棒，可以神针瀚海，开掉花果山，神针瀚海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对面现在想清个鸟都很难。对，这把有蛇胚可以解治于花果山。嗯，直接再效武装。啊，直接清风解了，也不用宝宝去解。对，保证飞秒。对，只能点了。啊，再去解封。继续群。神。但是一二号这边神针过去啊，有可能会飞的。应该飞不到一号。嗯嗯，他因为点的对，他点3号飞的，然后应该能飞到蛇，飞到5装。哦，蛇也飞不到，那还行。但这么折腾下去，对面的宝宝他这个消耗已经非常大了。对，我估计再消耗下去，忍不住就可能那种。告别式虚弥了，啊，也有可能，对，有可能了，这已经顶不住了。因为现在对观众号来说，我就是打你的消耗，我就是在宝宝和药品上消耗你，只要你消耗完了，我就赢了，就这么简单，我也不用说要把你的人全都点死，对，把你消耗光了，我就结束了，对吧？你现在也清不了我的蛇，连鸟都不好清，嗯。3号位的孩子可能五龙不太多了，1号位应该还可以开花果山，花果山再当一下。嗯，现在局面对对战方来说已经非常被动啊，非常被动。虽然说有数，小拳在控制。再笑女儿那就是普陀有了，普陀有。嗯，上百是效果对面武装了。对，普陀他因为脚下有塔嘛，接了把罗。对。就对战方他唯一的一个好的点就是在哪里呢？他有速度，那就是说我只要控住你一速的这个愤怒，那么我其他单位想去接大特技都是能接得出来的。嗯，但是对面节奏没打好，没有把握，没能把握住了。11000还没有死，差一次，其实就是可能被大特真的是伤害差点。但是大家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有速度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我有速度的情况下我肯定是优先，那么我有优先出手权，我一定是要去做进攻的，对吧？嗯，风系都会去优先去封人啊或者怎么。当你有速度的情况下，你要去这种接罗汉呀，就你想想，虽然说你这把罗汉接出来你消耗了一个女儿村的出手单位啊，你这把罗汉接下来的前提是女儿村一定要控制对面女儿村的愤怒才可以去接这把特技。嗯，那你就是说等于给了对面女儿村一个出手的机会。那如果说我就不笑你，我去封印你其他单位呢，对不对？是，观众方可能也就利用你这一点，是你要频繁的去医术笑观众方女儿，让对面的武装跟普陀去放罗。嗯，那我这边的武装不就解放了吗？对，对吧？所以说这场 PK 我们看到很多次观众方武装是很针对对面的两个输出的，特别是花果山你很难去动的。对，那你花果山不能动，那我蛇就保得住嘛。对，我宝宝就保得住。其实也不用你花果山完全不能动，你看就让你动一回合，然后我这边第二回合不让你动，然后哎我血量回上来，第三回合你再来清我蛇的时候又清不掉。对，死循环。现在对面已经不可能有工虫再出现了，
比如说这波配速或者孩子飞掉的话，可能就是告别式须弥。我觉得啊，把大金、把大金吃完就差不多了。嗯。这种阵容也不存在说像你说的像苏格领啊，没有纸人暗爆一下五千，嗯，直接拍五千啊！你看孩子一排了，就孩子飞完就没了。神针瀚海去飞到一个武装罐的单位飞五千，这是什么概念？刚刚基本上都是一千两千的飞，现在五千，嗯，那你这怎么顶？还能飞？那两把再飞过去一万了，是雾中仙。对战方的雾中仙要给武装点大金了，因为他武装一直都在出工宠，他的药吃的是比较慢的，他就是他的药品还比较充足，他武装的宝宝要给自己点大金了。因为武装之前是没怎么出过配速，对，他一般都是在出工宠嘛，嗯，所以说这把武装他高速的可以解到自己的花果山，他高速得给武装自己吃药，得点大金，他刚刚被飞了五千多啊，有点残了。这把如果飞秒过去，他扛不住，他雾中仙要点大金了。哎，对啊，他再不顶大金，他武装就倒了。几个盾要孩子解，是仙人指路再开了，五龙已经不多了。那后山立个塔或者来个盾啊。从对面花果山就那把被官方单子打倒了之后，我记得他就没有起过塔。嗯，先指人了，嗯，继续飞，四千二，有没有指人啊？嗯，五婆如果稍微抱一下也会倒，很危险。现在就看对面这三只孩子能挺多久。其实你即使能挺啊，那么他孩子在场，他无非就是每个孩子有三次仙人指路的机会。对，就是三次仙人指路，就是等于每个孩子有三个五龙丹。是啊，三个五龙，那么他在不解封的时候就吃吃大金，对吧？嗯，那么花果山能动的时候，我再不行我就按防御，啊，那但是那蛇是不管你按不按防的，我咬你啊，对不对？对，对面人木血量现在整体来说都不高，如果稍微的蛇咬爆一下，因为这边蛇是有灵动的，对，说不好。蛇，我咬你，我是不管你的，啊，再控你骨头，不让你点到刷脸。这时候开始控回复了，对，你看又一个大金，还好能把罗汉造造起。嗯，那你这样子的话，哎，一惊一罗还行，那这也只能是强行的去控去拖一下。但是这是说的这个问题，你普陀快的一个坏处就在这儿，你惊了之后我武装再套你，你又进去了。嗯，除了你普陀快，像说的就是当前回合给上清静啊，嗯，那一下可能说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挺难的。嗯，现在对于对战方来说，已经不太支持说。啊，你普陀再去悠哉悠哉的去打清静了，嗯，血线都上不来了，你还打清静，对不对？有机会先点灯，对啊，先灵动。而且我看一下对战方这个回合是出现了一个操作失误，魔镜激发打给法系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出现了一个操作失误，太难了，只能说太难了，出现了一个失误，对，出现一个失误。这边双十打到这种局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无力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没有什么进攻的这种突破口。嗯，但是呢你现在又不是说你一下子就要崩掉，这个阶段非常的煎熬人，真的是。你看孩子只能是先用一下仙人指路先开一下啊，这把先立了啊，真的是非常的煎熬。哎，其他当孩子了，暗房也扛不住。那对战方女拔木，她群秒的话，她也只能点着怨灵群秒，让你的怨灵稍微少一点。是。哎，她女拔木是没动吗？对，没动。但是她女拔木应该不可能比宝宝慢，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她女拔木想单砸宠，是被鸟啄了一下，血不够了。是的。因为他不可能说我比个这个这个公的童子还要慢，对不对？嗯，因为他平秒的话感觉他秒不掉虫。嗯，
他觉得一回来清掉观众方这边，比如他想单砸，砸掉这边，对，砸的话只有砸武装的宠有点用，我感觉，因为这边只有武装宠在飞，嗯，其他是没有飞的。那这把没动啊，没动，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要再点点大金。还是套你花果山，我就不让你动，很简单，目的很明确。嗯，你可以出宝宝，但是你不能出手牵我的蛇。霍甲应该丢过三个了，三个还是四个了，应该是。啊，大齐来了。对，大齐来了。辅佐遁形这个技能啊，它的据了解，它的效果是比咒语要强上好多好多好多倍。啊，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其实我一直都比较期待这个技能的出现的。我要看一下顶了旗之后它的伤害能到什么什么什么程度啊。对，这个时候真的是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对，花果山的代言人为花果山证明。这把是有一个泼天乱棒也还行，棒一建设三，那就找一个血量稍微多点的单位去棒呗。嗯，好，那我们来看看能棒多少。我真别说，如果他配合泼天，那对面花果山的宠还是站不住。你得看他棒谁，那要棒死了那就不建设了呀，对吧？他就是得棒那个血多的，然后还棒不死啊，这样的话等于是打一建设三，这很舒服，再建设到二号，对吧？嗨，这有点过分了啊。解组金枪，金枪那套不套花果山？应该是要套花果，除非他想让自己花果山出手，就套官方武装啊。对，那我们来看看两边的出手的情况。那这边反套应该也是套不中，因为对战方女妖团坚称有个抗风的效果。魔镜、先例都给起，拉满，点杀还是破碎？我们来看看，不想让你顶的大旗动啊，太危险了。破碎啊、哦，破碎，这应该没蓝了吧？啊、没了，没了，没了。这如果再有蓝啊，我觉得他刚刚就是想砸三号。想砸花果山的宝宝，可能觉得之前掉过血，也把它砸掉，想延缓一下观众方这边花果山的行动。对，因为让你出宠嘛。嗯，观众方花果山是没蓝了，所以没有动啊。这要再有蓝就不科学了。但是下河蛇胚一样可以卡上。嗯，但是没有怨灵了。他可以这样，哎，你看，他可以先看他自己有没有攻击性的如意神通，有的话他可以出手，然后宝宝顶个蓝。嗯，其实或者说都可以啊，反正把蓝顶上我就可以出手。那么如果说我这回合我想先出个宝宝，也先出个宝宝也行，就看他自己怎么考虑。他如果可以想出的话，他可以先出个孩子，都可以，就看他自己怎么想。嗯，两边都是控武装，哎，照妖镜，控武装我觉得应该是顶蓝直接出手，就是不让你花武装来控我花果山，应该是顶蓝，我觉得，看看是不是。哦，还是先出孩子吧。第三只魔镜的孩子，把输出全部打满，然后再动。我不着急，我现在有优势啊，对吧？我不急。是。啊，宝宝顶一个。那我也有可能是什么？那个幻蛇宠它不是那种高敏的，可能速度配不到。因为全民的幻蛇宠有一些是不带高敏的那种法宠嘛。那如果说你强行的去加到比物理还快，它抗性就太差了，它站不住。啊，那这样的话有黑玉了，那么。这回合是可以出手了，武装观察法武装都可以清风望月宝自己出手。对，这把，而且身上有三个小怨灵，对，对吧？可以秒。这把不用想了，一定是我看他的大旗还有啊，还有三回合有大旗，这回合可以神针瀚海。当然，对面的话也可以，如果还有愤怒，对吧？再来一个破。你说这回合会不会这样？对战方女儿村笑观战方女儿村，观战方女儿村他想笑对面的破碎，然后对面然后破碎观战方的花果山啊，有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操作？我们来看看啊，是这种神仙操作，看看会不会出现？嗯，当然也不一定要用女儿笑吧，其他单位也可以。你哦，观战方可以用其他单位去笑对面，哎，先看看笑女儿，对，看一下观战方女儿村动没动，还有笑里。就是笑破碎，你看看这个真的是啊，研究的都特别的精致。但是对面啊，笑女儿村未必是不让你笑，但是观战方式一定不让你破碎，是。然后武装清风，对面这个行为是为了放罗汉，对，放罗汉。但是观战方的目的达到了，是。罗汉你可以罗，哦，这一回合啊，
来看对面花果山动没动啊，动了，那就他是观战方是想的，我就是不让你破碎，嗯，哎，你别的都无所谓，我就是一定要保证神针海，看下输出，直接绿了，这伤害，5000啊，2400，刚刚那应该是那把5000应该是有暗爆，3500，暗防了，还在暗防，感觉啊，说实话这把并没有让我感觉到他这个无所遁形的这个伤害，跟我的这种预期待好像还没有达到，还是差了一点，对，差了一点，因为这边是。你说无所遁形，然后已经给上了魔镜激发了嘛，啊，对没错，我这一回回合也可以看到两边指挥的这种想法，对，真的都是除了对面没有破碎之外，其他的都是一针一针的算得很细，可以说是两边都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吧。 对， 对，对面想要的仅仅是罗汉，对，观战正方想要的就是你这把破碎不能出来，哎，不能出破碎，因为我要进攻，嗯，是的，嗯，那观战方还能飞啊，赶紧起纸，那又两个纸人了吧，感觉是不是两个了，我看是不是两个纸人啊，果然又是两个纸人，这没办法啊，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我现在考虑，因为他花果山的这个神针瀚海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它的伤害差的比较大，而且波动比较大，它的抗性，我在想它佩戴的灵饰会不会有一些跟其他，就是跟传统的这种七伤害有点不太同。我们来先看这把飞机的效果，又闪，再闪。你看它隔着纸人都4000多，你看到吗？是，这个贴了3000，5600。哎，我真的，我现在我有一点点怀疑，它会不会是带那种叫什么？狂暴等级的灵饰，因为会把防御转，有几率把防御转化为伤害啊。是，那么他加的抗性也有用了。他的物理防御是有用的，因为他的这个波动太大了呀。你像有的时候只打2000、1700，有的时候打5000，你这怎么暗爆？我觉得也爆不到这种程度呀。这把还能飞，我是在想会不会是有这种灵饰选择上，不仅仅是就只是我用一个七伤害的灵饰，嗯。我相信看了这场 PK 的大家应该对观战方这个花果山很感兴趣了，真的是很感兴趣，你肯定是第一想看他是怎么加点的，第二是想看他的灵饰是怎么带的，对，或者说他灵饰套装又是什么样的，对吧，都会有这种想法，因为真的这个波动实在是太大了，嗯，对面终于是能够顺利的清掉一只虫，神三次三连率，对，只能说伤害太高了，对，只能伤害太高，你看无限贴，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真的是你从他开局刚开始飞，就是飞人物单位的话大概就是1100开，对吧，那就算好对面打了观战方打了破甲了，对吧，降了10%，你再算上暴击，我觉得直接就一下子就波动到5000多，快6000，这个血线这个血量啊，这个差别真的太大了，所以说我现在十分怀疑观战方在灵饰上的选择会不会是有带这种叫什么狂暴等级的灵饰，加上他自身的物理防御又很高，对吧，那如果说他这个狂暴等级的灵饰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宝宝打的内丹的这个生死诀的一个效果，是每回合都有几率这个狂暴就是可以把一部分的物理防御转化为攻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这种这么大幅度的伤害波动可能还解释得通，不然怎么会，你就说暗爆也不至于爆这么多吧，1000到6000的一个数据波动真的是比较大，你看只能顶药了啊，解封，泼天乱棒巨泼蛇7000，再建设一下，但是影响也不是特别的大，而且这场比赛观战方好像没有出过满天，没有，因为他平 A 的少，对，只有中无魂的时候才平 A 了2次，然后还没中，还没有触发满天，所以说这个伤害真的是，而且它不是也并不是你每一把飞过去都是5000-6000，有的时候也有这种2000的情况，对吧，嗯，所以说这个的确伤害的波动，它的这个波动范围真的是太大了，比打了法术波动的法宝宝的波动范围还要大，现在目前就是对面这
三只海底加一只虫能扛多久，嗯，加上药品啊，嗯，如果他能够就是说比如说像他的花果山，嗯，少点被观众方这样套中，嗯，对吧，但没办法算了还是进去，是还是进去还被咬，哎呦还被封杀，你这扛不住了，这找谁说理去，嗯，如果能抗风出来清新观众方的虫，嗯，你看像这种如果他能砸掉加花果山能够清掉一只，嗯，那还是能拖节奏，但是没办法，他在砸女拔木的宝宝，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没啥用，对啊，这个时候砸女拔木的宝宝已经是没有意义了，因为已经47回合了嘛，你要保证对面自己花果山出手你只有砸武装怪，对，想延缓观众方出手你就砸观众方花果山的虫，对对，砸女拔木的宝宝，那女拔木他就是没宠，他之后也不会再去出一个呀，我就招怨灵群秒就好了嘛，嗯，我还有物理，我还有这个输出的全场一速，这个回合观战方又是没有了攻击性的如意神通啊，看一下他是要怎么去选择，斧头被封可能要起个要这个叫什么去解封起草，斧头应该也要起他，好，摇了个铃铛，花果山这把被封中毒呢应该是无所遁形了，继续扛起大旗，但是因为这把被封印所以说大旗没能扛起来，哎呦这铃铛要是再摇跑，这对面四分之一的希望断掉了一个，那这只童子其实就是不神就飞的了，他已经神了好几次啊，神了三次，那对面的当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罗汉能够衔接上我觉得可以不用当蛇了，你就看还有没有罗吧，对，观战方这边就是开了花果山武装清风就好，武装清风点花果山清风然后直接继续飞就行，哎，有罗，有罗就不用当蛇，有罗可以不当蛇，你就清观众方花果山的宠或者说武装的宠，对，你就能保证你花果山的出手，哦，直接套，那就是有单位开吗，普陀有水清吗，人开直接吃五龙了，嗯，人为五龙那直接就是走飞秒就行，他对面还是单砸单砸当一只，然后单砸花果山一只来看是不是，对，血量够的话就是砸两个嘛，砸两个不亏，还是差一次，哎呦这还飞掉一只那很难受啊，那也清不掉了，因为他一号位宝是当前回合刚拉出来的，他只有三号位一只工程，对，其实对面早这么打应该会好一点，嗯，因为那时候前期20回合左右的时候到30回合他都是很执着于观众方这条蛇的，对，这条蛇占了40回合有了吧，而且他是青蛇的时候呢当时他宝宝还不全，对，宝宝不全他拔木也没跟，对，他就觉得一个当加上一个雾中仙去破一下保护，我只要把保护破掉我的当能可以把蛇清掉，是，但问题就是清不掉啊，沙威铁棒宝宝神佑一下，嗯，那这个局感觉已经是没有办法救了，嗯，但是后面这波决策我觉得还是调整的还是挺快 的，调整的挺快，嗯，但是虽然说快啊还是略微晚了一点的，嗯，这个时候你即使是再去砸宠啊，观战方这边真的这个储备跟你打别说65回合打85回合也打了，这回合对战方的话是只有对面神震撼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现在距离这个比赛时间的话还有24分钟，就是基本上这场比赛我觉得也能打到个62-63回合左右，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女拔木的比赛基本上90分钟嘛，62回合嘛到63回合是可以分出胜负的，也就是还有10几个回合的时间，是，嗯，也不说对面没希望吧，就是要尽可能奔着最后一回合就打绝杀来，就是去打了，你想说把观众方就推平那不可能了已经，对吧，嗯，就是说还是说的他那个点，就是如果他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对，把罗汉衔接上，那他是扛得住观众方这边幻魔跟女拔木的，撑到90分钟，对，最后一回合看能不能
去发生奇迹。是，嗯，这波后面的决策确实做得很好。对，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耗真的是太大了。嗯，野种生针 也先清三号宠嘛，三号宠的血量不多了啊，清掉。但是我先看啊，七百。哎呀，这伤害啊，不解渴。13000。本来观战方是想傍一个，然后再建设三个的。没办法，直接打死了。不允许，实力不允许，只能这么说。真是不允许啊，实力不允许。啊，善恶来了，这真的是可能是最后的一波高攻虫。嗯。可能说就这波高攻、就剩下虚弥了。对，然后一波虚弥嘛，那这十几回合你能不能顶得住、看情况来说有点难顶。这边有沙威有建设都有，观战方现在选择空间很大。自己的蛇还有灵动，对面没罗了，他女儿村够不够？武装刚刚接过罗，这把应该还不够。三飘，三飘飘中法系还行，武装也抗风，但是武装起盾了。这时候开始套一束、这把有可能点的。这把的话，他看看有没有可能啊？他一束下把罗汉是也放不出来了，但这把点只能杀威点，我觉得他不会的，他就飞秒就好了嘛。这时候来看一下，啊不，他这把没有飞秒，他这把我估计就是还清宠，先给你把这些宫宝宝全部清掉。是，你没有杀人宠的话，我就算打到65，打到90分钟决胜负，我肯定我可以点你，你不能点我呀，你只能防点。对面这波还可以啊，观战方也拿了个无中仙出来，胜了。壁垒再清，那你看，我就先清你宝宝，我出去也不着急点你人。我说实话，我现在点死你一个人，你九转肯定还有。哎，这是高连。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让你不能罗汉，啊，把你的公宝宝清掉。你一排孩子在外面，我不怕你，因为你一排孩子是拉不起人来的。对，对吧？拉不了人，我不怕你。是，其实现在对面想撑下去的点就是他罗汉衔接，罗汉别断，对，罗汉不能断，一断。对，就让观众们输出两回合吧。这把是这把是不是要笑对面的武装了？嗯，有可能。看一下是不是要笑武装了？对面牛春，我哪怕笑不掉罗汉，我笑掉你个清风望月也行啊。是。对战方孩子，如果不清风望月啊，这个回合对战方的孩子应该是要仙人指路了。对面武装如果要强罗，女儿村可能会给观众方的女儿村丢无魂。对，扔个无魂会比较合适。丢无魂来了，哎，舔罗不罗？罗了。还有希望，保留一点火种、但这把飞秒你顶不顶得住？有罗汉孩子在顶顶大金，问题不是特别大啊。双灯这边血量也是不压过半。还行，扛得住。对面现在也是开始对飞了，对飞清宠。其实他对飞清宠伤害虽然没观众方这么高，但是还行。他如果每回合都能飞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嗯，也还可以。你看，但是啊，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给观众方涨愤怒呀，对不对？涨愤怒这，哎，仙人指路开掉，下回合可以效力观众方的女儿村了。但是观众方药太多了呀，估计打到这时候都是基本上不能说满包药啊，也差不多的。他没吃几个药啊，他顶多就是给蛇顶过一两个大金。他这么飞，其实如果说这个时间能拖到后面，给观众方一点血量，就是说让观众方血量没那么满的话，也是可以再找一下机会。哦，直接金清了，不给，就是不笑观众方了，那你随便。那看一下对面武装是套这边武装还是套花果？普陀重无关。那他自己普陀是有大吗？看一下。因为他是不让对面普陀效力，看到普陀怎么说？哦，点灯了，普陀点灯，那花果山这把动不了。哎，这回还可以，清掉，清掉了两只种幻魔，咬掉了一只。和鸟，还真别说啊，能往后拖，但是就是能拖住的话还可以啊。但是你最后你怎么进攻呢？你就是说现在对战方他想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
九十分钟打满，两边人数都没倒地，然后靠系统硬判啊，因为他现在，他虽然说是有风系速度，但是他物理系一点，他的输出系一点速度都没有啊，是，他不好点人啊。而且他没有攻，他没有这种像什么手势爽或者慢速宝宝了，他的攻宝已经出的差不多，最多你也不可能说我直接拿须弥出来吧，对不对？拿须弥出来，这血量也不行啊，直接就送掉呀，那不行啊。只能，我觉得对战方打到最后九十分钟，他只能靠两边人数相同，然后系统纯判。嗯，准。这时候准起来很关键，哎，关键连环套延缓观战方的一个进攻节奏，但是观战方有无中先，先开掉一个输出啊，我先给你进攻一下。而且你要想到一个问题，观战，哎，土豆又出魔镜孩子了，第四次。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观战方这边啊，他一直在出什么力劈啊、壁垒啊，都是这种轻宠轻幻魔的宝宝，他没有拿出来任有一只高连，刚才拿过就没有那种杀人的，没有那种杀人宠还没出呢，嗯，对不对？就看对面其实孩子啊这波桶能不能顶得住，顶不顶得住啊，对，其实他们要撑的时间开始安防了，不是很十五分钟左右啊，十七分钟、嗯、对吧、嗯、他们再顶住个五回合差不多了，哎呀，但是你顶不顶得住也不好顶啊，啊啊，看一下花果山的塔，刚起的，刚起的、啊、刚起的就当头，你现在接着当宠吧，先，嗯，先当宠，对，女拔木的宠你可以不用管了，对，就当观战方这边的武装，女儿也别管了，就武装的宝宝好了。观战方效率对面普陀了，不给你接罗汉，套花果山，命中，没办法了，你这没办法，塔掉，我六千八，你看、啊、现在是，所以说他不好扛啊，不好扛，精青来了，我觉得这把可能，那你这，有可能会崩，就这把。啊，先起个盾还行，对面，哦，破天了，啊，神佑一下，神佑一下，但是绿衣飞衣也还能接受吧，嗯，因为是武装的宠啊，武装的宠如果飞了的话很晕的，下把花果山满血出宠，女拔，因为女拔是没有放过特技的，这打这么久，基本上我们是没有看过她放过大特技，哎，好像没有放，对对，如果她这个时候能够缓解一下压力的话，就还有希望，嗯。之前是医术放的精，武装放的罗，看一下普陀的一个回合，普陀还有两回合塔，但是很难放啊，对，不过因为速度的领先，只要保证观众方这边女儿不能笑出去的话，他就有机会放，有机会啊、嗯、有机会去放，嗯，精没事，精青，那精青对战方的，哦，这把效率效慢，他如果这样子的话，难道是花果山不出宠直接去沙威铁棒清宠吗？嗯，应该是沙威铁棒去清对面，去清观战方武装的宝宝。我们来看一下，那应该是清武装的宝宝，但自己、嗯、这就是我说的问题，你攻宝宝不可能站到六十多回合的。先看一下是不是沙威铁棒去清那个四号观战方四号宠。哦，继续打零了。嗯，八百多应该啊，不，这把空不空也无所谓，已经套进去了，对，已经套进去了，对，下把高速再自己开，是，不然他把木想变蛇了，这条蛇变出来应该能撑到战斗结束，你要赶紧点，嗯，比赛来到第57回合，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啊，虽然说对战方这场比较被动，也是撑到了马上要到90分钟时间满的这么一个情况。嗯，从40多合开始，他的角色开始走回正轨了。对，嗯，走回正轨了。他明白我这个时候再去清蛇已经晚了。对，开始打宝宝的节奏跟官方一样，所以说他能够把时间拖一拖。再笑普陀，因为对面普陀的塔是已经快结束，所以说这把笑普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面的女拔木，这个时候关键了，能不能给把大特技，是高速开没有问题，套女拔不让变蛇，太难受了，现在对于对战方的问题啊，还是从比赛一开始就有，就是你清不掉蛇呀，嗯，你清不掉蛇，你让这蛇这咬了一整场，你早晚得出问题，是，你看看这鸟也占了几十回啊，这也没办法、啊、20-30回、啊、这没办法，这是真的没办法，因为你清不掉它，它每回合它都输出啊，对不对、嗯、
你自己的在飞，只能说策略改变的晚吧。嗯，其实他如果从二十多盒开始这么打的话，我相信局面可能会对局面会好一点。或者说你最开始你清蛇清宠的时候，那么你宝宝少，那我就一回合我就清一个，我别贪，对吧？嗯、你被大克了再一贪，还没贪到，最重要的问题是啊，再出宠是。现在有什么拿什么了？狂笑，把你有可能的这种罗汉点全部笑掉。对，这把套法器就证明对战方没罗。哎，没中。开掉变蛇，嗯，开掉变蛇。那最后的罗汉点的话，对面的一个希望就在于武装身上，因为女儿放金被笑，所以说女儿空，对吧？嗯。普陀也被笑过，花果山放过破碎，所以说整体的愤怒点，观众方这边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对面女拔木没动，宝宝解封应该是够那个的，因为好像我记得刚才是应该是高速的解对面女拔木的封印。嗯，来，这边可以开女拔，关键时刻快要到了，对吧？能不能有奇迹的产生？虽然说现在局面很难，但是如果能挺住，对吧？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并不是百分之百没有。但是现在场上比较艰难，血量也不是比较低。这边如果说幻魔，对吧？嗯。来咬出个什么所以然来的话，就会大结局了。直接喝酒了，没愤怒了，就是场上的愤怒被观众方这边都控了。对，哦，这回合如果点了呢？有说法，这回合如果点了就没了，如果点死啊，颠倒。但是观战方有个比较尴尬的地方，他法系比物理快，容易贴保护。嗯，8100，宝宝怎么说有法宠吗？如果没有法宠的话，应该我觉得这个血量应该稳。嗯，应该稳。啊，还没跟。嗯，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对战方女儿村现在有两手选择，金罗算。我觉得，我想想啊，其实他这个时候可以先不用，因为他现在愤怒是满的。嗯。他满怒可以先笑一手，第二回合再去惊罗啊，罗不一定能罗，惊是可以惊的。他可以先笑，或者先起纸人，我先骗你一回合，我有无中仙，无中仙给自己点个大金，这回合死不了，我先起个纸，罗了，还是先罗，还是罗，因为、啊、直接罗掉了。这边的话，两个幻魔还是罗掉了，嗯。那无中仙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操作，无中仙好像没动吧，先收灯，忍木血量回到安全的一个位置。顶一个大金，哎，雾中仙难道是贴一速了吗？有人来看啊，有雾中仙有可能是贴女儿村的保护了。这边整体在结束之前先全部打上颠倒，对，做最后的准备。没有出到宠，观战方这边应该是孩子给对面的武装丢了一个手动，刚才那个技能是丢了一个怨步之气啊。丢怨不知气也是让他的增益性的状态更快回合的结束。嗯，这把两边有当头，我觉得观众方得先出宠，他这当头也先别要，先出宝宝吧。很关键了，还有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勉强能打到64-65，能啊，勉强能、嗯，因为咱们这边是有花果山女拔木，她没有试图领飞机，节约了一些时间。嗯，不过你别说啊，其实花果山这个神针瀚海也不比飞机时间短。是的，来看一下最后的10分钟啊，对战方也不容易啊，坚持到现在。他那只童子神了三次还是4次，其实挺很关键，挺拖观众们节奏的。对，没有套中，对面给魔镜，继续给怨不知气，就是要降低你的这个，去更快的消耗你的这个增益性状态的一个回合数。嗯、那这样子，观众方的花果山就出宠了，当头，嗯，出宝宝，嗯。因为刚才我们就说嘛，因为他这个时候他
哎，第四只飞天剑，就是不用太着急，说我要去用到这回合的当头。来，二号位是高廉啊，二号位是高廉，因为我这个时候还是要把宝宝先出拳，我不贪这一回合当头，毕竟我现在还是有优势的。61回合结束，62回合来看看啊，两边都有当头一棒，对面现在少两只宠，他的女儿村的愤怒应该是，他刚刚的那个塔我看一下。塔的回合应该就是说他塔刚刚放过罗汉之后，现在应该还不够再一次打他级，嗯，应该不够，对吧？官方有可能笑对面啊，起盾了，笑对面武装，嗯嗯，人开，看配不配速，配速也是怕不配，可能先丢个无魂，靠你一速很关键啊，嗯，要点人了吗？当头一棒，但是自己头上的无魂没有解掉，蛇在跟。点着对面花火秒的防身甲中了，那这样的话这个盒子不管有没有点杀是先给他扼杀掉，因为女拔木是点对面花火山秒的，应该是点人了，是啊，又延缓了一回合，嗯，很激动啊，凡事都有机会，咱们不能说绝对，因为对面的话如果说他还能接上一把罗，对吧，然后比如说到最后啊，不是，现在问题是你到最后除了你用门派克制点人，你现在对战方这个阵型他不好点人，对，不好点，因为你宝宝还得去做拉人的这种操作，只能说，像你说的90分钟我拖一把判保持我不倒地，像对面的话他有花果山速度，那我破你破碎，如果说有把破碎把你拦破空，那你官方花果山出不了手是可以稍微的有点机会的，对，因为毕竟观战方的法系是全场输出一速呀，嗯，我最后法系是可以砸你的，嗯，之前我们看的比较多的门派克制就是说普陀克女儿，对，普陀克女儿村，女儿克武装，是的，然后包括这场比赛里边还有一个点，那就是花果山克女拔木，嗯，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提前利用这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回合之前，哦，你看这就是说你这蛇养这么久它早晚它得给你来一口啊，就是罗汉不能断，那你这一下子局面就不一样了，嗯，昨天再咬 那两个尸体，这精确制导对吧，你这加上这边的话你说的他高连宠嘛，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对战方慢速的宝宝比较少，大家可以看一下雾中仙龙龟还有孩子速度都是比官方公宝宝要快的，死了就起不来了，你怎么起64回合本来还有点希望，但是这个确实啊，这幻魔占了40-50回合了，也不是白瞎的，这我对吧，我前面我先不着急对吧，我先装死，我到关键时刻我咬你一口，你这先装死对不对，先装死，我先不着急，你看哎这蛇，你应该说觉醒了，不，我先不着急对吧，我哎我装死，对，你不来打我这还真好，哎，关键时刻我咬你一下，你试着疼了是吧，那时候你再想那已经来不及了，是，也是抖了一下观战方这边的女拔，但双蛇还在，这个时候对于对战方来说这两个尸体怎么拉，你现在我觉得只能是用四号位的童子拉了，而且还要看这个宝宝的速度有没有比官人方的高连慢，嗯啊，这边是，你看马上就停，这是很有意识的，那这基本上是已经贴不住，这已经是大关台出了，本来应该两只飞的知道吧，没办法，这真的是哎，就是买一送一，这才是真正买一送一是太恐怖了，是没办法，还有单法，你看还有单法，这对吧，两只单法一只高连，起不来了，起不来啊，太难了，好了已经到了65回合了，人拉再丢发文夹吗，但是你单法宠，哦，先顶一个大金，哎，顶一个大金丢无魂还是有机会的，清心咒直接给 没中，没解开，哎，暗访了，那还得有个单位拉天，拉花，不是拉女拔木啊，他按防御那女拔木谁拉，如果女拔木拉不起来，哦，开掉，哦，不配速，那这样的话这比赛应该已经这个回合就已经分出胜负了，嗯，65回合，嗯，那这个回合结束之后啊，观战方就已经赢了，因为你拉不起两个尸体了，嗯，所以说呀，虽然说是有机会，但是毕竟你对战方想赢他赢的点只有一个，就是等判，观战方这蛇在这无限咬你对吧，你早晚要出事，嗯，
那可以宣告这边啊，证明获取了胜利了。杀入了这个赛区的决赛了，对吧？65回合在决胜时刻是战胜了杀手不冷。嗯。